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朋友们，晚上好！今天2024年北京现代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。我相信啊，这个火种啊，这个我们音乐的世界的发展啊，一定是在你们身上。你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抵挡住这种诱惑，保持自己的纯洁性？ So is it yes or no to say that this work is your artistic response to the lockdown during the pandemic? 我能讨论的范围。比如说二胡，你听多少遍？其实不要去成熟，然后他想分享一个小故事，也是大家就一些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和展开。